Thank you.
广大法界彰显陀门，不觉缘一生菩萨摩诃萨的。
清净尘世一切诸佛供养藏邪陀罗不清净无净福慧光菩萨摩诃萨得诸身一切身边广大加持邪陀罗不报集化庄菩萨摩诃萨得不入一切世间恨出生菩萨无边心门邪陀罗不相最深光菩萨摩诃萨得能于无相法界中出现一切诸佛境界邪陀罗二十金刻妙光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普观一切菩萨邪陀罗海以及所诵愿十方所有诸国土一刹那中悉缘尽一妙音声转法轮普遍世间无余等如来境界无边际一念法界悉充满一一尘中见道场悉真菩提其身边世尊往昔修诸恨尽于百千无量劫一切佛刹界庄严出现无碍如虚空佛身同力无限量充满无边一切界加持尽于无量劫年年观察无比眼如因观佛身同尽十方国土皆圆尽一切于此悉现千年年不同无量种观佛百千无量劫不得一毛之分现如来无碍方便门此光普照难思察如来往劫在世间曾是无边诸佛海是故一切如传无限来供养是所准如来出现遍十方一一尘中无量土其中境界皆无量其诸无边无境界佛于南界为众生修习无边大悲海随诸众生如生是普化众会令清净佛祖真如法界藏无相无心力足够众生观现中众生一切苦难皆消灭佛知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得诸身菩萨主体主波罗蜜教化众生其眼睛一切佛国土方便解脱门云因海光离垢藏菩萨摩诃萨得念念中普入法界种种差别出解脱门持身宝器菩萨摩诃萨得不可思议皆于一切众生前现清净大功德解脱门功德自在王金光菩萨摩诃萨得普见十方一切菩萨主义道场持种种庄严解脱门三勇猛莲花及菩萨摩诃萨得随诸众生根觉海普为现世一切佛法解脱门不是云日传菩萨摩诃萨得成就如来之永住无量劫解脱门大清净金刚起菩萨摩诃萨得不入一切无边法印力解脱门香严光庄菩萨摩诃萨得现世现在一切佛事修菩萨分台之成就智慧具解脱门大明德神美音菩萨摩诃萨得安住毗卢遮那一切大愿海解脱门大普光之身菩萨摩诃萨得现世如来遍法界神圣境界解脱门二十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普观一切菩萨众庄严海以及所诵愿诸波罗蜜其诸地广大难思其圆满无量众生尽调伏一切佛土皆圆尽如佛教化众生皆十方国土皆充满一念心中转法轮不应群情无不变佛于无量广大皆普现一切众生前如其往昔广修知识必说心清净处佛土十方无忧虑一见诸佛现神通其作道场成正觉总会闻法共为绕广大光明佛化身等一方便现世间不随众生心说要勤生其根和语法闻入净灯无相身离垢光明净法身智慧及精神无量普因十方而言法法王主力解清净智慧如空无有边悉为开示无意因普世众生同无入如我往昔所修持乃至成于一切智今方光明遍法界于中显现悉明了佛以本愿显身通一切十方无不照如佛往昔修持今光明王中皆演说十方境界无有尽无等无边各差别佛无碍力法大光一切国土皆明显而是如来实质之作总宝妙化轮胎其彼及诸无有如是一切庄严具中一一个诸佛刹为成熟菩萨摩诃萨其名愿海为自在神通王菩萨摩诃萨雷音普真菩萨摩诃萨众宝光明及菩萨摩诃萨
音，一切莲花妙香，一切宝愿满光云，无边境界相愿云，一迦摩尼轮光明云，一切愿意月音云，无边色相，一切宝灯光焰云，众宝殊胜法果云，无尽宝清净光明摩尼王云，一切庄严具摩尼王云，如是等诸供养云，有佛世界未成熟，彼诸菩萨一一坚信如是供养云，于于一切道场中还相续不绝，现世云已有老师尊敬无量百千杂，随其方便取佛不愿，化作无量种种宝莲花，十字持作歌于其上皆加福尊，是诸菩萨所行清净广大如海的智慧光照普门法，随顺诸佛所行无碍能入一切辩才法，海的不思议解脱法门，诸于如来普门之地已得一切陀罗尼门，悉能容受一切法海，三诸三世平等之地已得身心广大喜乐，无边福聚集三清净，虚空法界密布观察，十方世界一切国土所有佛性现前供养，二十海会自在神通王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不管一切道场中海即所从也，诸佛所无喜意志，如空无碍界明照，光遍十方无量土，处于众会普眼界，如来功德不可量，十方法界悉充满，佛作一切殊妄相，主大自在空云集，佛有如是神通力，一念现于无尽相，如来境界无有边隔，虽解脱能观见，如来往昔境界还在于诸有情修行，种种方便化众生品，必受心诸佛法，譬如者那具言号作莲花掌势之作，一切众会皆清净寂然而出同瞻仰，摩尼宝藏放光明，普法无边相眼云，无量化音共吹咕，如是作相如来作，种种也是吉祥门，很方灯光宝眼云，光大自然无不照，摩尼出山真言号，种种摩尼起立窗妙宝莲花所垂示，当初妙音闻者曰佛作其上特明显，宝轮乘坐半月星，金刚为开设眼明，四季菩萨常围绕，佛在其中最光耀，种种变化满十方，演说如来广大愿，一切影像与众现，如是座上佛安坐，二十雷音普真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不管一切道场中海即所从也，世尊王及菩提恨供养十方无量佛，三世威力所加持，如来座中无不度，香烟摩尼如意王天师妙化十字座，种种庄严皆应现，一切众会悉明主，佛作普贤庄严相，念念色类各差别，随诸众生皆普通，可见佛作于其上，宝智垂不变八王化财龙仙诸菩萨，各诸微妙也一生称赞，如来作于转，佛功德量如虚空，一切庄严从此生，一一地庄严世事，一切众生不能了，金刚为地无能坏，广播清净记忆坛，摩尼为王垂不空，菩提树下皆周遍，其地无边色相，数真经为末不集中，菩萨名化集中，宝起一光阴如来坐，一生欢喜而拥有，刹那时间无有尽，不信一切庄严云，恒在佛前瞻仰坐，宝德宝塔几次量，香烟流光无断绝，随时实现各差别，一生一次为供养，十方一切刹土中，彼地所有诸庄严，今知道常无不现，以佛为身故能观，二十种宝光明及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不管一切道场中海即所充遍，世尊往昔修行世间诸佛度皆圆满，如是所见地无尽，此道场中皆显现，世尊广大神通力，殊光不遇摩尼宝，如是宝藏三道场其地周围悉遍地，如来普得神通力，摩尼妙宝普庄严，其地即以菩提树地发光，因而演说宝德无量种空，于宝王见作为演示，极度微妙演发音，如是地生之所现，菩提普贤妙光云，宝具莲明如典范，宝光下藏菩提下，宝智乍不为言法，如灯普观于此地，种种妙宝所庄严，前世众生诸业海领地了知真法性，不遍十方一切佛所有圆满菩提树，莫不皆现道场中演说如来清净法，随诸众生起说要其地普出妙音声，如佛陀常说因缘以一法门现具说，其地恒出妙相观，光中不厌清净意，若有众生感受法性，是得闻烦恼灭，一一庄严喜愿满，假使一切无能说，如来神力密不周，是故其地皆言
二十大智日勇龙为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离普观一切道场中海即所生世尊您随诸法堂名单照耀供殿中随诸众生心所要即身普现十方如来供殿不思议摩尼宝藏为原始诸庄严具现光耀佛座其中特明显摩尼为诸种众色真金顶多如云不倒尊此天列真他闻他随方现同心妙报真心庄严藏宝数字跳供原始摩尼因罗四边随之海云中赞叹座摩尼为王妙相庄光严灯明多云不不一种种庄严具超世真智云之中十方普现莲花云起云烟说遍世间一切众生心跳不如世界中佛供现摩尼为诸法妙化十方所有无能比三世国度庄严是摩不与众现起云处处皆有摩尼具光严自然无量种门有随方向见开摩尼庄严即树立如来供殿不思议清净光明具众相一切供殿与众现一一皆有如来种如来供殿无有边自然觉者处其中十方一切处中会摩不相佛而来及而是不思议功德宝智因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离普观一切道场中海即所生念佛悉修持众苦海一切刹土为尘俗身动眼底所出生道场眼睛无诸垢如意诸王作书根金刚摩尼以为神宝华下是菩提萨妙相分一空觉道诸智眼是最终宝摩尼为甘正松座是跳尼不如中云佛于其下座道场道场广大不思议其数周为尽彼佛明夜幻化相一应化中悉皆摩尼佛一切世间法妙光悉光遍照道场中清净自然无有尽以佛愿力如是现摩尼宝藏以为化不应腾挥落其云当初随方无不偏于道场中不掩饰如观想是道场中莲花宝光具清净光莲沉沦从此现体应多相应莲花十方一切国土中所有妙色庄严树菩提树中无不现佛于其下地中宫道场广大不说这数字与宝更无尽宝中出现诸菩萨希望十方供十方诸佛境界不是一不令其数出于因如其所系菩提道中会闻因现得见何时白目莲花及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离不观一切道场中海即所生一切摩尼诸妙应怎样三世诸佛名提佛无量神通誓师道场中皆显度中华心华如音不光阴流烟遍十方菩提树身随相托以心瞻仰为供养摩尼光阴喜身庄庄中自然发妙相吉祥普熏一切众事故起初皆缘见莲花水不净色方喜光阴佛妙神韵无疑十方诸刹土永息众生烦恼乐菩提树王自在离场方光明即清净十方众会无有边摩不应现道场中宝智光阴罗明灯起光阴应宣大愿如佛王悉与诸有本所修行皆具说出家诸生刹生殊悉恭立居此道场个个如来道出见念念宣扬解脱门世尊王悉修诸恒供养一切诸如来本所修行即名闻摩尼宝中皆显现道场一切诸妙应其因光大遍十方若有众生感受法摩不调伏令清净如来王悉复修之一切无量庄严事十方一切菩提树以一庄严无量种何时经言圆满光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离不观一切道场中海即所生念佛悉修习菩提恒与诸境界皆明了诸欲非诸境无依只是如来出之力如悉能帮助发心一切业海皆明彻如是经于广望中普遍十方人举言王悉修持大方便随众生根和化用普世众会行清净不破人生根之力如诸众生皆不同于要诸心可察别随其所应为说法佛以智力能如是不尽十方诸刹海所有一切众生见佛智平等如虚空悉能显现貌空中一切诸心佛尽知一念三世必无余十方刹界众生是心能乃是灵显了安宁解脱离无边三昧方便亦复难佛为是现灵欢喜普世剔除烦恼爱佛智无碍宝三世刹那悉现貌空中佛法国土及众生所现皆有随念力佛眼广大如虚空普现法界尽无余无碍地中无等有彼焰无量佛能眼一切众
众生具足皆受有罪灭离习气，如来出现遍世间十一方便令除灭。何时法界普因菩萨摩诃萨成佛为力，不观一切道场中归海以及说从缘，我闻神离天十方广大实现无分别，当菩提恒波罗蜜悉说满诸界灵界，悉地众生悉大悲求心普施波罗蜜，一时起身最殊妙人听见这声欢喜，悉在无边大界海修持清戒波罗蜜，故破尽生灭十方普灭世间诸众苦，往昔修行人清净心皆真实无分别，是故色相界圆满普方光明照十方，往昔勤修陀揭海等转众生身众障，故能分身遍十方悉现菩提树王相，佛者修行无量界禅听大海不清净，故令见者心欢喜烦恼障垢悉除灭，如来王修诸恒海具足般若波罗蜜，是故诸方普照明可见一切于此岸，种种方便化众生听说修持悉成就，一切十方界遍万苦恋悉皆不修行，佛悉修行大界海即是诸愿波罗蜜，是故出现遍世间尽未来即救众生，佛无量界广修持一切法力波罗蜜，有时能成自然力普现十方诸国土，佛悉修持普门智一切智心入虚空，是故得证无碍力曙光普照十方刹，而是灵隐净月菩萨摩诃萨成佛为力，不观一切道场中海及所从缘，神通境界等虚空十方众生密不见，如其所行所成听佛令国众现具说，清净心修无量界如遇诸地即欢喜，出生法界广大智普现十方无量佛，一切法中离垢地等众生殊持境界，一于多劫广修行供养无边诸佛海，其积福德法光地舍摩他藏见不忍，华云广大悉依闻摩尼国众如是说，愿海回明无等地神了境界其慈悲，一切国土平等身如佛说持戒言常，无障德门乃身体同体相顺无违反，佛法境界其平等如佛说境界能说，广大修成回来地一切法门显遍了，出现国土如虚空如中延长之法力，周边法界虚空身普照众生智慧等，一切方便皆清净悉说愿心尽具焉，一切缘分所庄严无量刹海皆清净，所有分别无能动此无等地现玄说，无量境界神通力三度教法报名利，此时清净相会地界海说心皆悲惨，华云广大地势地海藏一切遍虚空，诸佛境界神中言此生是否为神力，而是相拥共光传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观察十方即说诵念，无量众生诸会众众众心皆心清净，悉能无如如来智了大一切庄严境，可惜今年修诸恒悉成供养无量佛，能见如来真实体即依一切诸神变，佛又能见佛法身无等无碍普照遍，所有无边诸法性悉如其身无不净，佛又见佛妙色身无边色相光炽然，随诸众生皆不同种种变现十方中，佛又无碍智慧身才是平等如虚空，无随众生心要转种种差别皆理解，佛又能了佛音声普遍十方诸国土，随诸众生所应皆为出演一无障碍，佛见如来种种光种种照耀遍世间，佛又与佛光明中普见诸佛现神通，佛又见佛海云光从毛空出色尘来，实现往昔修行到顶深深心如佛知，佛见佛相普庄严其见是佛说众生，往昔修行诸度海解佛相中明了解，如来功德不可量充满法界无边际，其一神通诸境界以佛力不能宣说，而是华藏庄严世界海以佛身力去第一切流转十八相震动，所谓动变动不变动，其变其不变其用变用不变用，真变真不变真，后变后不变后，即变即不变即，此诸是诸意一切现不思议诸供养运，于于如来道场中海所为一切相化庄严运，一切摩尼妙事运，一切宝莲华王运，无边种类摩尼宝愿光运，一切种色宝珍珠藏运，一切宝赞檀香运，一切宝盖运，清净妙身摩尼王运，日光摩尼陀罗轮运，一切宝光明藏运，一切个别庄严具运，如是等诸供养运，其数无量不可思议，自诸是诸意一切现如是供养运，于如来道场中海密不周边，如是世界中一一
持诸心生欢喜，如是供养其华藏庄严世界海中一切世界所有是诸悉亦如是而为供养，其一切世界中悉有如来作于道场，一一是诸各个行界各个所愿各个三昧方便门各个修习诸道法各个成就各个欢喜各个去入各个无界诸法门各个入如来神通境界各个入如来地境界各个入如来解脱门。如于智法藏世界海十方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海中悉亦如是南无广博华严经卷第五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言切地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言切地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言切地萨婆Me, me, me.
Ah.